动蜂巢体，拉动健康商机。好，所以我在想，动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如果有一些的运动器材，让我们看的是赏心悦目，然后要在自己的旁边随时可以去动，那我想说，那我好像可以随时有3分钟，我就用3分钟去动一动。周日晚间10点，听观点。